那个时候大家的脑子里边他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教官了。那种感激的这块，所以说那会儿也想给他拥抱一下，给他身上也抹上我自己的泥巴那种。魔鬼族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，对刘教官情绪是有一个波荡起伏的。刚开始是怀疑，到后面选择去接受，然后就去理解，然后到了最后，真的是去感谢，感谢他为我们考虑了这么多，然后研究了这么一套魔鬼咒的流程，一步一步的让我们去蜕变。一个站在小队要有7天的作战能力，7天你可能在非常非常虚弱的情况下完成作战任务的，也可能在非常非常疲劳的情况下，没有任何水源，没有任何食物，怎么办？每次每天晚上在折磨我们的时候，又悄悄地给别人说，哎，晚上再看一下大家这个帐篷拉链拉好没，别让大家感冒了。疼吗？拉。这个拉伤。疼不疼？以后记得不要穿新鞋，穿新鞋肯定会感冒。一边又是严格的时候，一边这些不经意间的这些小温暖又不让你知道。他的这种狠也是为了我们自己，为了我们大家，想把我们锻炼成一个能打胜仗的这个特战尖兵，是他是这样一种人。当时他们满身泥抱着我的时候，其实我最多的感觉就是很欣慰，因为他们很开心。其实我感觉那种拥抱是爱的拥抱，那个拥抱我感觉他们是对我的认可，对我的感谢。虽然我满身是泥，但是我感觉我打磨了他们，我锻炼了他们，我很欣慰。这是我的兵，是将在实战中真正需要的特战尖兵。